干啥呢？在家练歌呢。这都啥年代的古董，你跟哪儿淘的来的？现在谁还拿着录音机听歌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肤浅。这台录音机对我家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啥意义？想当年我爸就是用这台录音机在我妈上下班的路上对她围追截堵，用一种不要脸的精神俘虏了我妈的芳心，于是乎我就诞生了。我要继承我家的优良传统，要向我爸学习，用他的方式追求你，感动你，温暖你，黏着你，粘着你，呼着你，征服你。哎呀，你可别恶心我了行吗？你说你没大脑袋瓜子一天都寻思啥？寻思你。别少废话吧。对了，我找你有正事儿啊。啥事？是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？我看你一眼我浑身难受。我不难受。行了别废话了，为啥我家门锁坏了？我已经打电话过人叫人修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你在这帮我看一下家啊，我有急事出去一趟。你干啥去？找谁去？我呀啊，我找田笨笨去约会去。你管着吗？小美丽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啊？你找田妹妹约会去，让我给你看家，你肚脐眼吹喇叭咋想的呀？跪他！那你再跟我厉害一个，你看不看？不看。看不看？看。贱蹄子吧，好好看着啊。白看呢？那你还想咋的呀？给点奖励呗。啥奖励啊？我给你奖励，来，来，过来，摇摇摇！哎呀我的妈！给奖励，给奖励，给奖励！我告诉你啊，给我好好看家。小美丽，你行啊！我要是给你好好看家，我就是你孙子。你走我就走，我住你家一会儿就进贼，把你家东西全偷光。最好把房子都扛走，这就是我今天最大的愿望。招贼！小哥，小哥，快点，快点，然后赶紧给他讲话了，过户。留下来，这哥你不让我快点吗？不然你快点，你也不能把我排到呛里面去啊！快点，你自己下盘不稳，走。耶。那家是不是这家？那按报修单上那就这家啊。这门咋还开着嘞？你不带我？耶，不认没认？哎，有认没？有认没认？我那媳妇说他家呢，他打起来。不是哥，你别害怕，我手机铃声。声不好，你怎么大岔了声音？不，那神经病！大老爷们嘛，铃声必须得霸气点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，哥，那个你先休锁，我给你找找他们家人去啊。拜老人家不烦了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哎，有人在家吗？家里有人没？咦，小问题。有啥嘞？哥，你看这是啥？破录音机。什么叫破录音机？一点都不懂。这可是经典款、限量版、已经停产了的老牌录音机。你也看，这么些年我一直收藏这种东西，所有的型号、所有的款式基本上都有了，就差这一个我没有。万万没想到，今天在这儿我碰上它了。哥，你说这是缘分。咦。那还是人家的东西啊，又不是你的。那不是我的，我商量商量买过来呗。你想买就买啊，人家要不买你，你不卖不了。我花高价，我肯定能买过来。哥，你身上带钱没？我没带钱，我出门那嫂子把我身上的钱都搜光了。这么着，今天我先把它拿走，明天我送钱来。够了。
疯了你？那人家的东西，你随便拿，那不是偷吗你？是，我也没说拿，我就喜欢它。你真的，你让我揣兜里边，我闲的一会儿就。那就是偷。不是，那我要放这儿呢？那不是偷。那我揣兜里试试能咋的？那就是偷。那我放这儿呢？那不是偷。我就揣兜里试试合不合适。那就是偷。哎呀，那行，我就跟手里这么攥着。神经病！一会儿人来了，我跟他好好商量。哎呀，什么？光顾着生气了，录音机都喊你。我的，你能撒开不？这录音机是你的呀？啊，你说这事儿咱俩还有商量没？能，你先撒手行不？行，哥一定跟你商量。商量也没用，给我放那儿去。这你看你那人老急不端脸，你是谁？我是这家少主人。别去了。凭啥呀？凭啥？大哥。这个理由很充分，怕啥来啥，没想到美好的愿望实现了，我不是舍命不舍财的人啊，我兜真没钱。